父親節最好的節目梗係開台打牌啦！你叫咩啫？我叫埋十三飛啊！十三飛整整一晚俾你睇下。好，十三秒啊！哇！哎呀，十三秒！好勁啊，老豆你！哇，真係醒你醒你啊！父親節快樂！父親節咯喎，我愛你。情深邊度輸得㗎啦，知唔知啊？我話老豆，你每晚睇緊嘅時候，你淨係望住我，你梗係會見到我所有瑕疵啊。不過講真，嗰個樣二一八歲長憂九十九。啱啱開始佢哋俾撈俾拉貨做啦，我就覺得自己真係好 catch 唔到啦。我唔翻得唔得？我梗係唔得啦！你人哋安排好曬嗰檔嘢，今日你要做，當然唔係話冇咗你唔得啊！又要周圍摷人去頂你咩？一次兩次人係人都怕你啦，我話。今个星期日晚在100台和101台会播出《让爱回归父亲大行动》特备节目《表扬父爱》，到时还会公布十大最感动人心短片和10名的得奖者，大家记得留意了。